有这么难吗？走。又是你们！你干嘛呀？他不都说了不跟你们一组了吗？你们还帮他？是他自己说的，还是你们逼他说的？哎，人家问你话呢。 我自己说的。你真的要退出？是。如果你真的要退出的话，我们都不拦着你。但是你看看你脸上的伤，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你是自愿的。人生是你自己的。 你要是不改变的话，你永远都是这个样子。不要害怕反抗，我们都会陪着你的。说的是真感人。王新月，表态啊！ 压的压的压的！要是个男人的话，咱篮球场上见真章。走。哎！别动！我说我不想退出，我也不许你碰我的朋友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许逼我再做任何事情。 你听清楚了吗？先别走。